来，然后来看马六甲什么古城？啊，我们现在呢就靠近这个叫做什么地方？这地方叫什么名？马六甲红路。对，啊，就前面来给镜头看到。啊，现在我们在走向马六甲红路。说现在看到右边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看到一大堆宝藏是吧？那些历史的。啊。他挖到很多这些历史证据。要走小巷吗？这个记者不讲话的，还没有到达地，过地地。OK。这个红屋是谁的遗留下来的？荷兰，对啦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哪里？到哪里啊？去看看呢。走，行。哇，有印度歌。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三宝山。啊，不是，我们叫做阿法摩萨山。阿法摩萨。OK， 我们现在 on the way 去阿法摩萨。等下到了那边，我们再拍过 over。OK， 来，我们到哪里了？三宝山。啊，这个呢，它名字叫 Bukit Sat Paul 圣保罗。
所以这边我们上去呢，就是 The Church of the Lady Initiation， Initiation 啊，哦 ，Saint Paul's。OK， 所以这边就要爬山了。啊，有多么多坎要爬，想多不多，想少也不少。OK。开始啦！啊，当年爬山的勇气拿出来！啊，不要不要给我，不要 ，OK， 就走吧。如果十二点来爬就完蛋了。哦，可以，啊，休息可以。哦，那边有一个，好像那个什么啊。好像那个中国的钱那个东西是吧，金色的啊，看到海了吗？哦，看到啊，不要紧，我再顺便这边拍个照。 OK， 我们继续走。
有什么要讲解？以前是个教堂。啊，圣保罗是个教堂来的。说这个是什么？OK， 我们下了，走。快动作，很不是很斜，可以走快一点了。再看一下，哇，这么大洞！现在要下了。看到大号了没有？OK， 来，我们现在在城的里面，走出去城外。这以前呢是一个城的大门，说想象一下，以前的人呢要这边哦，要出去哦，就要走着这个门。啊，这是它的关口。哦，我们现在走。啊，我们现在要出去，所以呢就要经过这个关口。说这边有可能分有那些侍卫在长着。啊，说过后等到批准的时候呢。这个门才会开，那么你才可以出去啊。那么这个呢就是外面的世界了，那个里面呢是那个圣保罗的世界。我们这边看回去，所以以前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城来的，所以这边呢
全部都撤到完了，剩下这个城门，只留下这个城门。